大家好，我是 Laura Weissbecker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白露娜。白露娜，法国新一代女美神，西方媒体眼中新一代的格蕾丝凯莉，在这个档期，她以新任龙女郎的身份，顶着法国女伯爵的名号，和功夫巨星成龙一起完成各种不可能的任务，正式进军华语影坛，并致力于中法电影交流。白露娜的最新身份是代表法国电影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弗兰克·普瑞欧先生见证首届中国国际微电影大赛三强选手胜出，走向通往法国之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期待他的亮相。